你去给他解释单。果然跟我在一起那会儿已经是你颜值的巅峰了呀，看看这挂着层次不齐的胡子和凌乱的发型，上面充斥着这劣质发胶堆积起来的生硬感，哎，还有这廉价的 old fashion 香水味，这驼背的抖腿习惯比以前更恶劣。当初决定分手真的是太正确了。